丝，不是加点牛油进去呗？要不要？啊，要不要？不要。八个拿去啊！啊！灰日流流，乜嘢事都有。今日下午见到有个人推到刀去卖，咁啱我刚好要用刀，所以就问佢几多钱一把。佢讲跟我有缘分，佢个刀只需不卖。咁之我问佢点解，佢讲执田崩，红船沉，坏人李绝灭，好人含烟得裂，佢就嚟收钱。咁之我又问佢几时收，要收几多钱。他说今年腊月十二元，年收十元，过得明年吗？好，给钱不好，明天就把它给我。你拿着。好用的给钱，不好用，明天就把它给我。你看，啊，是吧？是吧？今年卖，明年给钱。你看，啊，回家喽。Yes， 一起来，我这个是美女。好用的给钱不好用，明天就把它给我。你拿着。好用的给钱不好用，明天就把它给我。你看，啊，是吧？是吧？今年卖，明年给钱。你看，啊，回家喽。Yes， 一起来，我这个是美女。明年付钱。对，好的。不要磨刀，你磨的，不要磨刀。你明天想来找我呢？你打折要找我。明年付钱。对，好的。不要磨刀，你磨的，不要磨刀。你明天想来找我呢？你打折要找我。夜市都有，今日下午见到有个人推到刀去卖，咁啱我刚好要用刀，所以就问佢几多钱一把。佢讲跟我有缘分，佢个刀只需不卖。咁之我问佢点解，佢讲执田崩，红船沉，坏人李绝灭，好人含烟得裂，佢就嚟收钱。咁之我又问佢几时收。